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轩轩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抽，还蛮多池子的。今天要抽两池啦，没意外的话就是 Medium 跟牛顿，然后最想要的话牛顿跟迪亚布罗吧，至少各一吧。先抽个十抽牛顿的，但我觉得花个二十抽来试试看，有没有直接二十抽 B 啊？我希望这边可以二十抽 B 啊。哇，好多牌啊！好多牌啊！大 TK 牌，十手抽毕业。如果我换成单抽，也是直接出多、啊。哎，这游戏就是如此简单又一切快乐、啊。告诉你们啊，氪金的石头价值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那咱们要开始抽 Medium 了。啊，不行！我直接辞职了。你跟小 A 之后是同党的，对不对？哇靠！你第一个。可恶！抽一只我不是很想要的角色啊。五分身之术，苍蝇。苍蝇，没事，我的迪亚布罗很快就来了，真的。就是这个彩蛋，没有啊，有问题，有点问题，看来是有点问题。没事啊。把运气留到。他怎么又是福尔摩斯啊？看起来有点危险。没事，差不多没问题了，我觉得。有没有三颗？我直接 skip 点下去，马上就代表这颗，下一颗就会爆开。没有，一单。没有，却没有这种东西。晋级不？没事，没事。刚刚那个业障有点高、啊，我其他都不要，我只要迪亚布罗。嗯，我就说我很欧啊，大家都不信，大家都不觉得我很欧。哎，哇靠，又一堆彩。可以啦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啦，差不多啦。干，七成。迪亚布罗马上就来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啊，这个小姐姐怎么又来两只啊？哎呀，迪亚布罗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，不用了啦。这些表演该演的都演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直接来，直接迪亚布罗，告诉你没有问题。哎，就说了嘛，迪亚布来，好不好？迪亚布来，他不来，他不肯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了。可以，这个下面三颗迪亚布罗能不来吗？就是迪亚布来哦，我的妈呀！迪亚布罗，迪亚布罗，妈的，迪亚布罗为什么都不来？哎，大红，不是这样子吧？不是这样子吧？我们是不是上宝了？哎，四颗彩。我看一下我现在几片了，14片了，可以了吧？干非洲双人组再等，你等，不会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迪亚不如，迪亚还是不来，来了密蒂姆啊，密蒂姆来了，这个石头呢？看起来很像很欧洲，但是呢，跟我想要的东西似乎不太一样。请问有谁看到我的迪亚布罗吗？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金石变出来？干不行啊！我看着你刷会面啊！不行啊！我最近好穷啊！我最近活不下去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这个月的账单多少钱。我知道我连孤王氪了不少。不行，不行。那个数字有点危险。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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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，啊！又是你们两个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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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托拜托拜托！有啊！到底低啊！终于低啊！低啊！可以啊！可以啊！我不知道，我已经180了啊，其实不上去也很诡异啊。哎，到底该不该上井呢？有点难下决定了。好啦，我氪，你们订阅好不好？我希望可以抽到利露姆。利露姆，利露姆，利露姆。好啦，结束，再一只迪亚布罗，再一只迪亚布罗，然后换就可以换三只，可以没有问题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度啊，怎么又是这个非洲两姐妹啊？好啦，可以了，可以接受了。